嘛，吵架的时候一定会有第三者出现的嘛。等下我们这个节目拜拜呀。你说吗？是不是也是上床啊？哎，你自己讲的哈，真的是黄大牛。我是领导，在这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先给我们讲个道歉先啦、啊。这道歉是对我那个傻盖电脑讲抱歉啦、啊。原本呢，昨天你们看那部影片是在星期六可以出的，结果那个影片是有毒还是什么啦？星期六要出的时候呢，电脑它就烧掉坏掉；礼拜天要出的时候呢，它 export 不到。到昨天你们才看到那部影片，讲真的。你们拍这种 daily vlog 真的不是这样简单的，还有这种东西发生你也难预测的。我们来回到正题，哎，我今天看到你们的答案了啦，所以今天最多人写的就是你情侣爆料，哇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喜欢看这种爆料的东西啊，黑门众啊，这种啊，很喜欢看这种爆料的，问那种奇奇怪的东西，你们最喜欢看的，你们选到我就拍一样的那句话，哎呀，别讲多少，现在过去了啦 ，Go。OK， 来自我介绍。Hello， 我是 Jasmine。应该做嘛？喂，救命！刚刚传的像熟女，看到吗？熟女啊，番薯啊，熟女。对，现在就拍你们的选择啦，有没有劲爆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我觉得有些问题还蛮隐私一下的。超级隐私，你们应该是超喜欢的那种。那边是有哎。这也是一定会问你勾勾的耶，给你先问来，放马过来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你看我拍摄 content 问的问题，我从来都没有怕过。我们总是讲话大声，你这样子随时睡大牌。来呀，东西小问题来，看有什么东西劲爆了 ，Come on！ 你听过几个音？喂，妈的，你是自己想啊，上网找啊？想知道的东西哦。哇，我给你接手都喂，亲过几个异性啊？哇，我现在很帅啊，很多女朋友了嘞。亲哪里？亲过是要亲哪里？亲嘴巴、亲脸、亲。这个是哪里？哪里？我不懂啊，以前我没有油漆过，我不懂啊。你看我们这个节目拜拜了。好嘞，亲。三四个吧，三四个，三到四个，不是三加四个，你不来成，三至十二个，哇难呢，这什么智商啊你这样，傻了 ，OK， 几个啊？三到四个，因为以前。有点渣哎！以前中学就是渣，但讲渣到最后，我还是想给你一个家。哇，讲讲一下救一下自己了嘛？妈，我没有真的想过你会问这种问题的嘞，这样子。准备啊，怕吗？问我那种问题啊？来吧。讲出你最讨厌我做的事情。最近一定要讲。哇，他很厉害哦，选这个来问哦。啊，劲爆吗？你要把你隐私东西搬出来讲也无所谓啊，你不把你隐私讲，你把你劲爆。是不是最讨厌你的东西呢？就是我睡觉睡到爽爽的时候，我就给你爽爽。这爽呢是怎样，你懂吗？娃，那种娃娃有毛的啊，然后就会这样。那你懂睡到一半，你感觉你的鼻子一直在被撩的那种感觉吗？不止这个，还有很喜欢那个电话那个什么拿开手电筒。开手电筒照我，然后又拍，他玩黑屏屏，还选到人家最累的时候啊，选择来玩哦。哇，真是弄到我真的是哦，不懂要给他睡厕所嘞，还是要睡车房？我觉得还是直接给他睡马路更好，直接被给他进来家里。然后就找对面家了，结果对面家空了，然后再找一大堆女孩子来 ，Hello， 那种啊，那种还 party 咯，很好玩的吗？完了，啊、来到你呀。感情之中有没有出现过第三者？你那是问答题还是什么？没有。第三者，第三者，其实老实讲啦，是有的。没办法，吵架的时候一定会有第三者出现的嘛，一定会找他，就打给他聊聊天一下，不然就找他喝茶吃饭。喂，喝茶吃饭？因为第三者其实都是你认识的嘛，认识认识啊，不是不止一个，有两个。叫第三者，妈的，你傻了，哪里可能会有第三者哦？喂，我跟他讲了嘿，干嘛叫阿彪？老的要一个老的妈的来呀，妈叫小杨，我就直接给你讲，你看紧张。
再来一次，出现第三者，问点功利点的问题嘞，可以吗？不要问了，第一题很功利，然后后面就问答题，要为自己问这样。注意点啦，还有更功利啊！我不要放水啊！你，你爸俩是听真了啊？有过几个异性上过床？喂！请过几个人啊？啊，这种叫什么？黄中之王。挺啊，嗯，大概是两三个这样。知道没？两三个。你是其中一个了。我以前有几个，就两三个，我不懂了嘞。哇，老魏。比如讲，之前那几个就是哥哥喽、弟弟喽，一起上床睡觉，没有错吗？没有错吗？是不是也是上床啊？还是自己讲好好？我说你上床睡觉啊，是不是你自己讲？哦，就异性上过床睡觉啦、是不是跟哥哥弟弟正常嘛？是不是？是啊。我是来你家睡觉也是正常嘛？是不是？啊，跟你睡觉也不正常。完蛋了你！太够力了嘞喂！真的是完蛋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东西啊，你是回答不出的。我不信。听啊。嗯。给你选择出轨的话，又是出轨。合作过的女嘉宾，你会选择谁？一定要选择一个。完蛋了！妈的，我心想哦，这不要回答算了，一定要选一个。那日本女优算吗？我合作过的女嘉宾啊，有谁啊？我认识的话，那有思涵、印度，你们有我合作过哈？印度，我忘记，也要一次吧，好吧，一次吧。毕雪莉啊，秀慧，还有现在这个喽，那一位。哇，这五个人啊。对的。妈，还要选一个哇？是我的话，下一次做选择，哪样好哦？别拍呀，别拍呀！哎呦，我感觉我自己被自己绿，好棒。来啊，到我问问你啊，我不在的时候啊，嗯，你起点了，我懂了，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啦，嗯，你会自摸，自我安慰，多少次？哇哇，五只手指算不完，你整只手一直放在裤子里面是吧？算不完，妈出门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这样，打老板我要打包，算不完，傻了。我两个对这个性的方面啊是没有什么有特别需要，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要求这样，所以就顺其自然喽。顺其自然喽，真的。哇，改了没有？我算一下，算不完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要弄你一下的吗？那一点你们傻了，快点追题啊！来点最够力的，快点放个最够力的来，马上提。我觉得还好不好嘞？看看你问到我这样隐私的东西是不是？啊，你完蛋了！你是有准备这种问题了没？你有没有啊？哎，我不会想到你会问这种问题嘞。跟你在一起这样久，我肯定要跟你一样的嘛。哎，什么问题？哎，听好啊，耳朵放大啊。嗯。最后一次打飞机是几时？妈的，这么的真是你问了没？鸡蛋糕，我最后一次打飞机的时候是几时啊？上个礼拜，前个礼拜哟。啊、肯定啊，就要剪 vlog 来剪 daily vlog， 剪片边剪边打、啊，看着牛逼的想要点哦，傻了啊！妈的，这种东西，给你看不打，可能是看那种影片的啦，哇，老婆看什么？看这边邻居种的树啊，看墙壁有啥？你傻？等一下，我一直喊了，我讲啊，我可以创办一个比赛，对墙壁射，谁射得出我都给他五万块啊，傻对。老哎，就你头脑不会问这种问题啊？你可以问我，不可以问呢 ？OK 哦 ，OK 哦，说你了，对不起哦。OK 啦，现在我们的问答题就到这边了啦。啊，你们要什么劲爆啊、惨聊啊？跟你讲，等下我们两个一定打架啊，差不多下你吃。我有点后悔，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可爱哟、哦。好，我要换男朋友。换啊，换男朋友，有没有面男朋友？哎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，又来到选择 A、B、C 的时候了。今天拍了女朋友系列呢，隔一天呢在家就拍一天妈妈的系列 ，OK？ 你们三个选择啊 ，A， 在家煮一餐给妈妈吃 ；B， 带妈妈去享受，带她去逛街、喝茶，什么都好了 ；C， 捉弄妈妈拍成一个 vlog，OK？、OK? 看你们选择哪一个 ，OK？ 然后一样的啦，你们选哪个多就拍哪一个啦，不用讲多了，所以一样等你们答案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